所以呢，等一下有大量的影片供大家参考，让我们知道我们学校在做什么。我们用影片呈现最真实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这个题目呢是生活好滋味，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取名叫这个生活好滋味？其实我们老师很用心的，其实所有的我们都看过一个广告 ，Nokia 的广告，科技始终来自人心。然后呢，我们就是需要学生在生活中去发掘，我们可以用资讯、用科技来解决我们的什么，去创造我们的什么新的可能。所以呢，我们的科技老师、生活老师、我们生活科技老师和我们资讯老师就组合在一起，然后再把我们的美术老师加进来，再把我们的自然老师加进来。跨领域的一个小组，当然共同为我们中国中学生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课程。那以下呢，我会为各位介绍，用很短的时间为各位介绍我们我们国中怎么样去实验这些课程。好，我们会有这些课程呢，就主要是在因应108课纲科技领域的部分。那我们先看到科技领域包含这些都讲。那我们国风国中呢，因为拿到我们教育部科技前导学校的唯二两间，一间是华冈，一间就是我们国风。那我们目前是在建设我们的新的生科教室，新的生科教室。然后呢，我们为了要去做这个前导学校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就开始在我们七年级的部分开始做我们生活科技的课程，每四期课程，那每个礼拜一节课，一节课哈。那我们完全是我们新老师一个人独当哈，所以呢，七年级总共有18班，所以呢，他要上18节课，然后呢，他要18节课有多少学生？大概500多个，500多个学生，每班20节，大概这样，所以呢，他一个人要控制这500多个学生，那要有500多件作品的呈现，那他的压力跟要付出的心血有多大？那加上呢，我们现在教室还在整建中，我们后面会看到你的教室其实是空的哈。其实我们只有3把的那个电容枪，好，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开始我们生活科技的一个课程开始。好，那呢我们的所有的部分呢是从我们的资讯科技还有资讯教育开始做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罩衫，好，在外面卖很贵，但是呢我们8年级有一个里外一个课程，就是一个造化的一个课程。那呢我们里外老师就在想说，那我们在做这个肥皂的过程里面，我们想要一些特殊的一些图案，那要是罩衫很贵，那我们也没办法自己做。那他们就开始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看看。于是呢我们就结合了我们的美术课和资讯课去做这个罩衫，从用毛笔写在图案里面画，最后呢进阶到我们电脑绘图，最后呢建模，然后最后我们用 3D 列印来呈现，做出我们的罩衫。那 想看这些罩衫就是我们的成果的，我们等一下可以到我们国风的摊位去看。那我们做了很多精美的罩衫，然后我们其实有想要做商业结合，就是各自化的输出，但是学校不能够以盈利为那个目的，那希望可以用赞助的方式赞助各自。这是资讯科技部分，可以看到其实学生的创意很好，那他们的作品其实都是很漂亮、富有创意的，就是结合我们美术课跟美术班的一个课程去做造章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已经把科技跟我们的美术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课程。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成果。昨天就有那个民众到我们摊位去问说，这个罩衫有没有在卖，可不可以送？可不可以送？那表示我们真的品质做得相当的不错，已经具有营业的水准。好，那但是呢，这都是我们唯一的作品，也是学生的辛苦的结晶，所以目前是没有对外的一个部分。再来呢，就是我们那个 Scratch 的部分，是我们立双老师他带领我们从七年级的那个资讯课去做这 Scratch 的课程。那么可以在我们摊位上面看到我们学生自己写的一个软体，它是一个电动玩具。即使呢发现打电
电动的脚还是会变化，其实不会。如果他可以把他兴趣转移去做那个电玩的一个城市设计，就是未来的市场哦，未来的市场跟未来的发展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学生的一个作品，他若有兴趣操作的，我们将可以到活动单位去试打一下学生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电动玩具的一个，就是电玩的一个那个部分。好，你看哦。他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哈，去前前后后去修正我们这个软体，然后呢，他比较人性化，他可以去根据你的那个熟练度去建立你的攻击力、去防御力，或者是呢，你都不是很熟悉，那你可以就是平均去你的防御力跟攻击力可以平均，然后他还设计一些，其实一般大型电玩看不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关卡，像是我们那个忍者的回力镖。哦，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个部分哦。那它这个部分游戏的部分呢，它有它自己的巧思的部分哦。那它有写了一个秘籍跟操作手册。那等一下就是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我们现场去看一下。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跳着看哦。其实实际操作下来，其实你还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体验。一般的电玩它都是直向的，你要看我们学的设计，它是有横的出现，它有横的出现，那它有闪变化闪烁的一个部分哈，那甚至攻击会从下到过，就是它把它的生活经验跟巧思哈放在这部分，而且它在补充子弹的部分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就是大型电玩比较没有看到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攻击技法哈，那我们可以看。目前这个游戏唯一破关的是作者本人啊，就我昨天试玩了一下，其实还真的是有那个难度。不过你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学生他跟爸爸妈妈说我要走电玩这一条路，你要怎么样说服爸爸妈妈，就把这套程式拿出来说这是我写的，爸妈试玩看看。我相信父母亲基本上就不太会去反馈说他朝这个方向进行，因为这个毕竟他要结合很多他的相关的学科的知识去做操作，他才有办法做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程式。但是他说他这个程式还是有很多修正的一个空间，尤其在音乐啊，在那个美术，就是在图案的部分，还是有一个就是相当的一个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他们就是这是可以一个跨领域的一个部分，其实他也可以跟我们的那个结合。那再来就是我们利用我们午休的时间训练学生参加我们歌曲方面杯的比赛。好，那个延展放在哪里吗？好，影片很短哈，我们大概看一下哈。其实学生，我们就把学生找出来，那在利用中午的时间到进行比赛。那也是刚才设计城市的这个学长，他带着学弟学妹一起来做这个活动。那这个体力算老师会在现场督导哈，还有就是在指导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快的跳过去哈。不只要会做，那要会讲。那能够跟大家讲说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去表达出你的创作的理念啊，创作的理念。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的训练不只说在技巧上面，还有在说明上面，我们是很认真的去训练他，去训练他。那我们也希望学生从失败中获取那个宝贵的经验啊。这是我们就是资讯课的部分哈，再来就是我们有参加我们那个智慧机器人的竞赛，因为碍于场地限制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没有发展试出了。再来就是我们行动学习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比较偏向老师真人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的主持人科老师、资讯科老师，其实我们跟以前就是生活科技领域的老师，我们就聚合在一起。
然后呢进行一些就是真人的一个部分和真人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会邀请比较在网络上啊进行这个来，就是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那个团体来学校进行我们那个就是教室真人的一个部分。那老师集合在一起，针对各项的一些就是我们课程的一个部分去做了解、去做学习。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些数位器材的一些引进啊，像是我们数位显微镜、电子排版这些运用在教学上面，还有我们的电子排版、投放系统这些啊。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我们易伟老师他在做那个，就是在做就是做领头羊的这个部分。那你看，我们就是课程开，就是老师真人完之后，会有一个课程开发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在老师进行完课程，就是真人之后所研发出来一个课程的一个部分，像是我们声音现象的一个课程。然后，那文字嗡嗡叫这个声音 APP 的一个运用，它是在九年级会考完之后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课程，让小朋友去实际去体验这个操作哈。那再来就是，我们还会运用在我们的补考的部分，哦，补考部分，哦，那就是即测就可以马上测，就可以马上获得，就是获得回馈的一个部分哦，我就可以马上了解学生的一个学习，啊，补考的一个成效。再就是旁边麻烦一个预料，就是我们那个淑萍老师在进行九年级的课程的补救，那课程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复习。课程复习的部分哈，在就是有计划物资料的收集要如何定义，那我们就有这些平板的部分可以供学生去实际去操作。当然再来就是我们会办每年一定固定办科学周的那个科学周的一个活动哈，那会设立闯关活动，它是一个全校性的活动。然后呢，在闯关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小小的一个。那这些闯关的一些活动也是我们自己去设计出来的，那关主都是由我们学生去担任，老师去担任。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说用卡，不管是生物的关资讯的，还有像什么坦克大战的操作的关哈，还有我们科展的那个所有的成品摆在我们的专场里面，供学生去做参观。那我们的作者就会在现场为各位同学、每个同学老师去做解说。再来就是我讲到我们最伤心的部分，生活科技的一个部分啊。生活科技其实，在脱离我们现场已经很久了。这是我们以前整理出来一个生活科技教室，这是以前我们的实验室哈整理出来，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机子进驻。好，我们听说只有三把的热熔枪啊，哈，三把热熔枪，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国光国中生活科技的一个课程啊。刚才有讲过新老师的那个。就是一个人要应聘500多个学生的这个辛苦的一个那个过程，那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哈，啊，就是这几把三把，啊，回就是这三把课程哈，我们的那个开始哈，然后我们可以让设计图，哦，我知道是快结束了，再给我三分钟哈，好，设计图，那请学生是不是老师会教学生怎么画设计图？然后设计图之后呢，设计的东西呢，我们就会用那个课程的活动啊，可以看到我们哈教授级的满满的，就叫新老师的人哈，他可以去就请老学生带纸箱来，然后去做一些玩那个孤轮的一个制作，然后让那个类似那个我们那个在那个游乐园的那个什么马车，那个上下动左右动这样子。那如果有兴趣的加那个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范围去看一下。好，再来呢，我们就可以就是学生将设计师表现出来，最后转换成他制造的一个体现，然后问题修正啊、调整等等等。好，作品集，我们作品集就不用看影片了，直接到现场去看作品集啊，作品集。那我们就是要跨领域的合作，那怎么样合作？我们目前是把这三个领域合在一起哈，然后呢，他们会私底下的一些聚会，然后一些我们团体的一个活动的一些课程。那最后呢，有资讯老师怎么样写程式？那生活科技老师怎么样研究车？那最后美术老师怎么样去让这个我们的自走车可以顺利的，就是美观的一个部分哈。
所以我们这三个领域出来之后，然后利用一些手机就可以遥控等下的那个车子。啊，这就是经过那个美术老师，就是三个领域的老师共同合作所产出的一个成品。我可以看到哈，在美观上面也达到哈，但是底下是纸板，上面就是应该是那个纸黏土再去涂上去。最后成果都在我们的摊位上，所以各位可以去操作去看一下。好，那你上次用很短时间为